日本香能台高校行进乐队 White Galaxy。 好的，经过充分的暖身以后呢，我们的 White Galaxy 表演现在即将要正式开始了。我们再一次用最热情的掌声，我们来欢迎 White Galaxy。 Thank you.
非常感谢桃园市政府以及市长，还有文化局在他们的带领之下，促成这样子的管乐嘉年华的一个庆典。每年呢，都特别从国外邀请非常优秀的团队来到台湾，给我们进行表演，让我们大开眼界。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日本香能台高校的高校生们。 他们能够做到的，不论是在音色上的响亮度，甚至是在 dynamic range 上的变化，大大的都开了。